是刚刚也才长的，12年了，4月20号，双蛋三站12:16。好了，怎么了？便当吃完了，DNU 都还没进来，怎么办？好难过。34号寿林八车，九号东西南门线看新左营。然后三天行是2元面左，3020的皮蛋豆等有绿色带金等级然后。13次终于在双人组了，而已有点晚分，晚大概8分钟。他大概抵了9分钟而已啊。对啊。末在21次踩点达到一次。13次，大家准备关闭车门。关闭车门。拜拜啊，再见。134次3020，在双蛋十里有赶快再见。OK。那再见，拜拜。